欢迎收听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我黄俊彦。今晚的主要新闻有：复活节长假，政府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家中，不过仲有不少人出街。本港再多16宗确诊，得一个冇外游纪录，是酒吧群组的二代传播。详细内容：今日开始一年四日复活节长假。政府強烈呼籲市民減少社交接觸，盡量留在家中。不過，仲有人唔少出街同埋郊遊。長假期開始，唔少市民先嚟過一盅兩件。食肆按政府規定，每張台相隔一米半，同台唔多過四個人。早市一度坐滿。今天假期又封到關，又冇得出去。佢依家隔得好疏噶嘛，所以兩個人一張台就 O K。同人哋孖台我唔坐噶啦。風雨不改，飲早茶，乜嘅都係個心都怯節噶啦。人多我哋唔會去嘅。好似酒樓咁，我哋坐低而家食完飯食完嘢，我哋就走噶啦。深水埗嘅電子商場亦都有唔少顧客，賣平嘢嘅店鋪聚集嘅人特別多。盡量啦，其實自己可以的話都不想出街嘅，咁但係啲必需品同埋日用品要買嘅都冇計啊，同埋翻工唔通唔揾食咩？旺角亦都好熱鬧，難得陽光普照，戶外活動好受歡迎。燒烤爐封咗，但係可以撐艇仔，放風箏同踩單車。大埔大美督呢度唔少人活動期間都除低口罩。西貢更加係人頭湧湧，排隊坐船環島遊，海鮮酒家亦都爆滿，有人特登由元朗過嚟。食完飯咧，過去探門嗰度行山嘅，等阿爸去嘅。咁樣我想阿爸咧，即係身體好啲，長命啲，我哋幸福啲咁樣意思嘅啫。咁啊，肯定悶噶啦，喺屋企嚇，呢啲肯定正常噶啦嚇。咁啊，想出嚟行下咯嚇。諗唔到啊，咁多人啊，係啊，可能大家同我諗法一樣咯。的士站一樣人多車多。今日太陽幾好啊！都幾殺菌，冇得驚咁多啦，因為。你屈得咁耐喺屋企，其實仲驚有心理病添啦。碼頭呢一度亦都有唔少市民等上船出海。有市民話，因為人比較多，比平時等多咗十幾分鐘先至上到船。無線電視記者吳心如報道。亦都有唔少市民坐渡輪去到離島，有長洲居民就擔心人太多引發疫情擴散。新渡輪話，截至下晝五點，有7500人次搭船去長洲。比去年同期跌大約三成，不過去梅窩的人就增加大約三成。復活節長假清涼乾爽，有一架大細搭船小旅行，去長洲玩一日。口罩戴得多，呢句講出唔少人嘅心底話。想呼吸一下啲新鮮空氣咯，都唔擔心嘅呢樣嘢，係啦。咁因為我哋即係幾個朋友去嘅地方都係一啲唔係集中喺長洲市中心嘅地方嚟嘅，都會去即係沿住個海皮咁樣行。一落船，食肆同手信店集中的海旁大街人來人往，完全不出街冇可能嘅喎。而家呢啲地方，即係相對嚟講都人少啲啦，都係空氣都相對流通啲啦。唔會，我哋都係過嚟玩下曬嘢就走嘅。有居民話喺假期外來嘅人多咗，會做好防備。啲仙仔咧，朝頭早咧，我哋冇咩，即係我哋好早八點幾咧就落嚟帶佢食個早餐，食完個早餐咧就叫佢翻屋企噶啦，因為都避免人哋會惹到佢。部分食肆午飯時間亦都滿座，可能比平時好啲，但係上幾個禮拜咧，啲人都好守規矩嘅，都係少好多人嚟嘅，因為跟翻規矩做咧，我哋都係做得生意一半嘅啫，所以就冇話特別多嘅。不少人都是即日來回，島上度假屋的生意一般。有度假屋說為了不想被人用來做檢疫的地方，所以不會出租房間超過兩晚，亦都會用稀釋的漂白水加強清潔。
衛生防護中心擔心太多人出街可能會引發疫情第二波爆發。剛才搭車過來都看到街上都很多人，其實都是擔心的，如果大家都是放鬆了，就是大家一起聚集，萬一有一些隱性的傳播，可能就會造成多人的感染，可能會有第二波的爆發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說絕對不可以鬆懈，否則之前的努力就會功虧一篑。無線電視記者鮑文山報導。本港確診多16宗新冠肺炎，得一個患者沒有外遊記錄，至今累計個案989宗。另外一個75歲危殆女病人要用人工肺。新增的16個確診患者介乎17到75歲，15個人曾經外遊，當中8個人是英美等地的留學生，其他人去過菲律賓、加拿大或者法國巴黎等等。當局說其中兩個確診者沒有病徵，完成居家檢疫之後自行抽取樣本化驗之後呈陽性。至於沒有外遊記錄的28歲男患者，屬於酒吧群組的二代傳播。他的女朋友3月中去過酒吧 All Night Long， 之後不舒服，要去亞洲博覽館接受病毒檢測。近期確診者個案有下降的趨勢，本地感染維持不多過10宗，是否代表疫情有好轉呢？一日數字或者幾日的數字都是太早了，我想不可以下結論住了。之前有些沒有源頭的那些，其實都 未必說個個都找到，很多都找不到源頭的。其實在個社區的情況都要靠個監察系統和大家自己要小心。另外危殆病人增加2個去到15人，包括一個早前確診的46歲男警長，他被轉到去深切治療部插喉和使用呼吸機協助呼吸。而一個75歲的女病人早前使用呼吸機，由於情況繼續轉差，成為首個新冠肺炎病人使用人工肺。另外星期六起，符合條件的強制隔離人士留在檢疫中心10日之後，可以回到居所完成剩下4日的檢疫。大部分的潛伏期呢，我們觀察到都是比較短的，很多都是一個星期或者10日之內的，反而即10日到14日只是我們一個保險，例如他自己住啊，又不會說有家有老人家或者有些高危人士啊，那類那些才適合。他們在家要戴手帶監察行蹤。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導。美軍近日相繼有多艘航母的船員確診，當中羅斯福號更加有幾百個船員受感染，被形容是鑽石公主號郵輪翻版。事件亦都令到美軍在國家部署和防疫陷入兩難。兩個月前，郵輪鑽石公主號爆發的疫情記憶猶新，3000多人船上隔離，五星郵輪變成病毒溫床，最終超過700人受感染，帶來深刻教訓。燃油座椅載著5000人的美軍航母羅斯福號，近日也都差點重演相同的悲劇。這艘航母上個月初訪問越南燕港之後，幾個船員確診新冠肺炎，其後感染人數不斷增加。艦長克羅澤上個月底罕有致函軍方求助，請求俾船員上岸隔離，更加形容依家唔係戰時，船員冇必要犧牲。信函經媒體披露曝光，引起廣泛關注。克羅澤嘅一封信成功令到大部分船員可以上岸接受隔離同檢測，但就換嚟自己被撤職。What he did by doing this and not being careful with who that information went to, that's just not acceptable. He did not take care, and what that did is it created a little bit of a panic on the ship. 幾日後，美國代理海軍部長莫德利登上羅斯福號，當眾抨擊克羅澤嘅錄音亦都曝光。That if he didn't think that information was going to get out into the public in this information age that we live in.Then he was A, too naive or too stupid to be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a ship like this. 天真愚蠢的言论令莫德利遭受多方指责，他同日公开道歉，并在第二日请辞。一连串风波凸显美国军方在国防部署和防疫陷入两难。除了停靠关岛的罗斯福号，另外三艘隶属太平洋舰队的航母，包括在日本横须贺基地靠港的列根号，停泊在华盛顿州维修的卡尔文森号和尼米兹号，都有船员染病。
太平洋艦隊僅餘未中招的航母就只有斯坦尼斯號，不過它亦都正在弗吉尼亞州整修，令美軍在太平洋的戰力陷入真空。軍方一方面要保護軍隊免受病毒感染，在另一方面亦都要確保艦隊能夠繼續執行長期以來的巡邏備戰任務，面臨重大考驗。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導。專題仲有報導，針對由內地入境人士的強制檢疫令暫時到下個月初屆滿，有旅行社已經計劃推出超低價內地團。日本東京都政府宣布，聽日開始六類商鋪和設施暫停營業。繼續新聞時間。政府針對由內地入境人士的強制檢疫令暫時到下個月7日就會屆滿，一類行社計劃措施一旦解除，就會組團到內地用超低價吸引市民，不過最終能不能夠成團仲要視乎疫情發展。隨著政府2月刊憲實施強制檢疫令，由內地入境香港要居家檢疫14日，進出香港的旅遊活動幾乎停頓。有關的檢疫令生效時間暫時去到5月7日，有旅行社就率先推出最早5月8日出發的超低價旅行團，去北京4日或者去上海、蘇杭5日，團費都是149元起。旅行社強調只是試探性質，話收到市民查詢，暫時未有人報名，又話未知最終係咪能夠成團。而家就未做宣傳嘅，咁我諗要真係睇下嗰個市況究竟適唔適合宣傳啦。但係產品就擺喺度嘅，咁而家都係一個可以講係被動式銷售咯，即係你唔介意，你唔擔心，你就嚟報名啦。但係我哋就呢一個時候就覺得未係一個啱嘅時候啦，就去大力做宣傳，團費就一定係蝕嘅。不過都想你唔用一個平啲嘅價錢啊，都仲難啲去引起翻嗰個意欲。有專營內地團的旅遊業界人士亦都話：而家全線分店都停止運作，如果封關令解除，會推出廣東省短線旅遊，但對前景仍然唔樂觀。疫情一日未結束，我哋都好難見到咧，即係有樂觀嘅情況咯。我哋只有能夠等待咧，個疫情係能夠結束啦，全球個旅遊同埋航空係可以恢復翻，即係人與人嘅往來係可以咧正常恢復翻，我哋先至可以見到有機會咧，我哋旅遊業有少少曙光出現咯。佢又話：疫情結束之後，全球都希望以旅遊帶動經濟，有航空公司已經向業界提出會減價促銷，相信之後嘅旅遊成本會大幅減低。無線電視記者陳金寶報導。英營派對房間和洗衣業等業界批評政府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未能夠惠及他們，另外亦都有補習社說資助不足。政策思覺失調，援助漏洞處處。派對房間、洗衣業、運動教練等行業代表在立法會議員陪同之下見記者，他們說政府先後兩次推出防疫抗疫基金都沒有支援他們，要求當局發放額外的現金資助。那間廠為例都幾百人，細廠都幾十人，我們響應政府請了很多傷殘人士，整個洗衣商會間間都有，我最多請20多個，到而家我一個都未炒，係咪我哋要割肉俾佢哋食？其實主要個最重皮咧就喺個租金嗰度，因為有啲真係交成6位數字一個月，咁如果你咁樣停，基本上接近依一個月係零生意嘅喎，超過我諗大概4000至5000嘅全職。加埋兼職嘅一啲從業員啦，咁其實主要就係、是可能好多人面對緊即係本身翻開 party room 嘅，咁佢哋可能面對緊冇工開嘅問題啦。即使喺第二輪基金，每間嘅補習社獲發放40000元資助，業界亦都話援助不足。教育中心聯盟近日用問卷訪問500間教育中心，93%嘅受訪者話，就算有資助，都會喺3個月之內倒閉。咁唯一其實我哋而家嘅收入嘅來源咧，其實得一樣嘅啫，就係、是、政府嘅資助。咁你而家派40000元咧，真係1個月租都俾唔到嘅。我哋嘅行業平均租金係50000多元，
停課八個月乘上去咧，其實係40,000嘅租金嚟嘅。而家你派得40,000，即係十分之一。保安同清洁工会亦都有不满，佢哋话政府首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前线保安同埋清洁工每人每个月有1,000元支援，为期4个月，但就只限私人住宅同埋商住两用物业，未有涵盖公园、医院同埋娱乐场所。而第二轮支援措施亦都未有保留，要求当局放宽津贴范围同埋名额。无线电视记者关可维报道。確診武漢正係逐步復工復產，證明中國防疫有效，值得其他國家借鑑。蔡英文重申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對台灣嘅指控不實，當局又話好多大陸網民假扮台灣人向譚德塞道歉。新闻时间，呢一次先睇下中国新闻。喺北京，商务部话全球疫情冲击经济，令到中国对外贸易雪上加霜。国务部门将会全力稳住外贸同外资。驻北京记者陈荣思报道。在俄罗斯经商多年，从事服装生意的郭先生在北京经营4家门市。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只系剩低1家仍然做生意。最大的困扰就是我的外籍员工不能正常来到北京，因为中国对外籍人入境有限制，现在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中国的疫情已经逐渐好转。他主要售卖女装、由皮草、羊绒等制成品，顾客通常会亲自触摸和试着，不适合网上销售，令到经营更加困难。根据内地海关统计，头两个月的进出口量下跌近10%，当中出口大跌16%。商务部话，全国超过76%的重点外贸企业产能已经恢复超过70%，但全球多国仍然封国封城，外贸面对好大困难。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外贸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但疫情在全球流行加速传播，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的冲击，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外贸呢？特别是在外需方面，应该说是雪上加霜。外贸企业普遍面临在手订单取消或延期、新订单签约困难、物流运输不畅等诸多问题。商务部话已经有多项措施协助企业开拓市场同埋攞到新订单，包括搭建数码外贸服务平台、举办各类网上展销会，以及促进外贸产品内销等等。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荣思报道。近期中国制的医疗用品被指有品质的问题，海关总署宣布即日开始加强检验口罩等11项出口医疗物资。目前有58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和中国企业签署医疗物资商业采购合同。不过欧洲多个国家接连说中国制的医疗用品质量不合格，其中芬兰由中国买的200多万个口罩，今个星期初送到之后说口罩不符合医疗环境中防御新冠病毒的使用标准。海关总署宣布即日开始加强监管11类出口医疗物资的品质，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手套、鞋套、护目镜、呼吸机、红外线测温仪等等。新华社引述经销商报道，防疫用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率高，但是很多企业是半路转行，物资品质参差，多省已经叫停抗疫物资应急审批。而商务部等部门今个月初亦都要求所有出口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医用口罩等的中国企业，必须取得当局发出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并符合进口国的质量标准要求。另外，央视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安全生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国复工复产之下，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和执法，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无线电视记者吴伟欣报道。微软创办人盖茨接受央视访问，他说湖北武汉星期三解封，逐步复工复产，证明中国的防疫措施有效，亦都是其他国家的借鉴。
To all the people of Wuhan, you know, you made a great sacrifice to be in this very strict quarantine, and you know, I'm very glad that it succeeded.在美国西雅图的微软创办人盖茨星期四接受央视主持视像访问，向武汉市民和全球医护致敬，感谢他们在疫情下的付出。对于湖北武汉星期三解封逐步复工复产，盖茨说证明中国的防疫措施有效。Once the government was fully engag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January, the ideaof reducing that contact, the quarantine idea that goes back for a long time, you know, that was done in a very serious way. And so that, I'm very glad that that worked because that creates, at least for countries that are as rich as China or richer, it creates a model. 疫情蔓延至全球，盖茨现在身处的美国目前有40多万人确诊，过万人病死。盖茨认为美国一些城市有较多旅客，增加输入性病例，加大防疫难度。又认为防疫前提是要当地人改变社交习惯。You know, it requires people to follow all these rules, which is quite a new thing. But you know, many places in the U.S. Are seeing still that high-speed growth, and it's mostly the areas that didn't implement the strong social distancing.盖茨说下一波疫情高峰可能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而他命名的基金会在健康领域和中国有长期合作，会探讨将中国防控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又说为了压制疫情全球蔓延，各国需要相互支持，而非只是关注自身。无线电视记者吴慧欣报道。國際期刊《自然》就早前將新型冠狀病毒和中國以及武漢掛鈎致歉。《自然》發表社論，題為《停止新冠病毒的污名化》，話世衛今年2月為病毒命名的時候，曾經提醒新聞報導中錯誤將病毒和中國以及武漢聯繫。《自然》承認當初做法有誤，願意承擔責任並道歉。社論亦指出，自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的亞裔，包括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成為種族主義攻擊的對象。又說少數政客，包括美國、巴西和英國，執意將病毒和某個地方聯繫，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需要立即停止。台灣再多兩個人感染新冠肺炎，累計382人確診，另外新增一宗死亡的病例，死亡人數增至6人。新增兩宗病例，患者分別去過美國和印尼，而死亡個案就是一個70多歲的男人，本身有糖尿病等慢性病，上個月曾經跟團去到埃及旅遊，上個月19日確診，之後病情持續惡化，去到昨日死亡。另外，當局說上星期清明節年假結束之後，需要進行篩檢的疑似個案增加，為了防範潛在風險，即日開始各大景點、寺廟、夜市等等實施人流管制措施，包括規劃單一出入口，確保民眾之間保持距離，而攤販和旅客亦都需要戴上口罩。取消試吃的活動，摊位之间的安全距离要把它拉开，用停车场的这个停车数量作为人流管制的一个依据。那基本上会以停车场的这个数量达到50%的时候，那个就会发出这个在地性的一个简讯通知，当在附近的民众，那适度的去导引他。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早前说台湾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蔡英文总统重申是不实的指控，并再次邀请谭德赛去到台湾了解防疫的工作。我相信 WHO 的干事长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不了解台湾，所以我也邀请他能够排除障碍，排除压力，能够来台湾看一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朝早受访的时候也说，谭德赛没有证据乱讲嘢，应该为错误的行为道歉。也说台湾曾经训练谭德赛的母国埃塞俄比亚医疗人员，但他不知感激，错误发言令人遗憾。调查局就召开记者会，
还网上流传大量自称台湾人向谭德赛道歉的文章，经过追查，怀疑是大陆的网民集体刻意炒作发布假的道歉文，有人更加以台湾证件的相假冒台湾人。调查局就呼吁民众要谨慎辨别，切勿转发不实信息。大陸的教育部早前就宣布暫停今年度大陸各地各學層級畢業生去到台灣升學，台灣的教育界就關注大陸會不會因為這樣中斷陸生來台。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目前台灣各院校合共8000多個大陸學生，台灣二月上旬起暫緩大陸學生赴台，令到7000多個大陸學生今個學期仍然未能夠回台灣上堂。大陸教育部話，綜合考慮當前疫情防控以及兩岸關係形勢之後，決定暫停今年大陸各地各學歷層級畢業生赴台升讀，而已經在台灣的大學就讀的大陸學生可按意願繼續在台灣升讀。教育部話，當前之急是要解決陸生返回台灣就讀受阻問題，切實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台灣的大學近年面臨少子化問題，收生不足，不少學校都積極招收大陸學生。台灣教育界關注大陸會否自此中斷陸生來台。大環境政治大概從這一兩年也可以觀察到這樣的氛圍，只是沒有想到說會突然明天昨天就宣布了。學校的這個立場是呼籲兩岸能夠放下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旗艦，能夠真正的關心到我們這個年輕一代。陸委會說，大陸未同台方協商就片面暫停陸生來台是罔顧學生權益，表達遺憾。無線電視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中國新聞去到這裡，轉頭還有報導。27個滯留摩洛哥的港人乘坐專機去到廣州，再經深圳灣口岸回香港，再送到去亞博館接受病毒檢測。这个美国的5岁小朋友很认真地教人怎样洗手，连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都要赞他。继续新闻时间。27个滞留摩洛哥的港人坐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专机去到广州，特区政府安排专车刚刚送他们回香港接受强制检疫。中国的专机当地星期四由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出发，27个上机的港人获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派口罩和手套，整个行程着上全副防疫装备和隔住一个位置坐，搭专机的费用就由他们自己给。包机中午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机上的港人获发礼物包，有口罩和小食等等。他们之后搭特区政府安排的旅游巴经深圳湾口岸回香港，并居家隔离14日。据了解，由于要内地批出临时通行证，他们才可以离开白云机场，所以等了几个钟头，啱啱6点专车由广州出发。入境香港的时候，他们需要接受体温检测和提交健康申报表，然后会直接送到亚洲博览馆接受新冠病毒测试并等结果，呈阴性才可以回家。目前还有18个港人在摩洛哥没有搭到专机走。另外，随着最后一个在日本留医的钻石公主号邮轮香港旅客回到香港，在当地支援的入境处人员亦都完成任务返港。船上370个港人，最终有76人确诊，一共有3个染病的港人离世。而回港之后在晋阳村检疫的231个钻石公主号乘客，亦都有9人确诊。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根据台湾数字，去年港人投资台湾获批个案超过1500宗，按年升70多%，总额更加达到50亿港元，当中不少都是投资移民。不過，當局近期就提高投資移民門檻。有移民顧問提醒，想投資移民台灣的港人要有周詳準備。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海外學生申請台灣大學近日放榜，近1600个香港學生考入台灣的大學或者研究所，人數是去年的1.7倍。招生單位相信同去年香港的社會事件有關。另一個去台灣發展的途徑是投資移民。根據投審會數字，去年港人申請投資當地獲批個案總共1553宗，較前一年增幅70多%，金額折入港幣50億，即是平均每宗帶320多萬到台灣做生意。
以往最少投资新台币600万，至今日大约160万，住满一年之后可以拿到台湾身份证。但当局近期调高投资门槛，经营期由原本一年延长至3年，必须聘用至少2个全职台湾员工，营运数字必须经过会计师查核，并非只是书面申报，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就算已获发当地身份证亦可被撤销。目前仍未获审批的申请案都适用新规定。有移民顾问说，对于积蓄只够做一年生意或者从无做生意经验的人影响最大。因为谈一年计划和三年计划是两回事来的。我有些客户想着开简单的零售的一间店铺，跟着我跟他说，你一间店铺你怎么失两个台湾人？我想99%的客户都是为了移民来投资的。即係個動機啱啱同台灣政府當初立例係調轉咗。我話依家台灣政府就講到明，你想攞我身份證都得，但係你必須要幫我奉獻咁多嘢。佢建議客户必須更周詳計劃，包括做生意嘅種類、熟悉程度同市場需求等。移民顧問話：相對於其他外籍人士投資移民台灣嘅條件，台灣當局對於港人嘅要求仍然唔算嚴格，亦相信台灣對好多香港人有吸引力。无线电视驻台湾记者欧国琴日。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美国一个女仔就自拍短片在网上宣传防疫措施，不单止被广为转载，更加获得加拿大总理赞赏。即简易，搓手心、手背，每只手指都要搓干净。这个认真教人怎样正确清洁双手的小女孩奈特，今年只有5岁。他住在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面对美国疫情严峻，奈特在看完一段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感谢当地小朋友不出去玩，留在家抗疫的短片之后，就萌生自拍防疫短片的想法。 Stay home, home, I'm sorry if you can't go to your place, don't go anywhere, and wash your hands, I'm serious, so you fall.What I'm saying every single day. You should watch this video every single day because that helps you not get the virus. And I'm really, really serious. 他的影片被外婆放上社交媒体之后大受欢迎，被转载超过18,000次。If you have to go to the store or your job, just stay 6 feet apart and cover your mouth.连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在社交网站留言，称赞他宣扬正确的信息，并说民众都应该听从他的建议。I want to make more videos to help people not get the virus. 希望大家看完奈特的影片之后，都做好防疫措施，百毒不侵。无线电视记者邓志佳报道。7:30新闻报道完，作为。